如果原本这一次新的一季我有参加的话，我是希望我一样有个人成长，就是不管是被骂或是我个人成长的话，但我就是怕我可能表现得不够好，然后我自己想要稍微缓一下。比较熟悉的讲法是说充实自己啦，但我的确也在充实我自己，然后我也想要累积就是更多的表演的作品给大家，因为我还是蛮喜欢表演的。可是他们说是因为档期的关系吗？时间，但因为我本人说了算数。哦，最近刚失业吗？对，我现在是一个没有节目的人。你是自己辞职？你自己辞职还是被掰了？我自己想要缓一缓，是真的，就是因为我怕如果我再继续待下去，我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。因为其实前两季对我来讲，其实对我蛮震撼的，就是我没有想过我成长的幅度会这么的大。如果我原本这一次新的一季我有参加的话，我是希望我一样有这样的成长，就是不管是被骂或是我个人成长的话，但我就是怕我可能表现得不够好，然后我自己想要稍微缓一下。比较熟悉的讲法是说充实自己啦，但我的确也在充实我自己，然后我也想要累积就是更多的表演的作品给大家，因为我还是蛮喜欢表演的东西。可是他们说是因为档期的关系吗？时间，但因为我本人说了算数。哦，你最近学什么？我最近就是还回归上英文课这样子，然后跳舞课也有，今年会出歌，然后确定会跳舞。会不会就是怕跟明雅伦吵架，所以就不太敢吵架？现在其实不太会吵，因为我觉得太了解彼此了，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好吵的。新的成员有新的火花，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。但因为重点是我会回去啊，我会回去当大来宾啊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看得到我，只是集数没有这么多。我是不怕酸民，但是因为我觉得自我成长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，我觉得重新整理完之后，我觉得会是一个再更新的舞台。这样表演这件事情，对，要发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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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然后要跳舞这样子。那个预计沉淀多久再出发？如果有新的节目找我，就可能会出现。啊，没有啦，没有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，我觉得新的节目可能我有新的不一样的成长，我觉得这是不去局限我自己的。我觉得现在享受生活对我来讲很重要。你的歌什么时候要发？歌就是跟周汤豪合唱这样。哦，到底什么时候会发？今年一定发得出来，但是何时何月不知道。那时间有看一下对手节目？有看到预告，但我觉得那个节目感觉很温暖。你有注意到何浩晨？我看预告，还可以啊，不错不错，很棒很棒。是不是觉得敷衍？